18K 帮棋友会千人五段公益讲座，第50讲现在开始。我们这个讲座呢是总共是分100讲，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天元的位置上了，能够坚持下来呢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感谢各位棋友的支持。那么今天内容呢，我们仍然是形式判断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要随机选取几盘棋谱。一成的3、4段左右实力的棋友的棋谱，我们在看这个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一些技术重点呢抛开啊，主要是来用形式判断的方式来看，在一局棋当中几个关键的时候，我们怎样做这个形式判断。那么下面选取的棋谱呢，都是我们第一次看的，那么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个对局。好了，左下角双飞燕，然后白棋行动，这个行动的下法呢，白棋呢稍微有一点笨拙，如果现在这个白棋啊选择挺头的话，也许会更好，因为这样呢，这个黑棋啊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实地，比如说我的白棋呢现在在右下大飞啊或者小飞压制，这个白棋的招法比较连贯，说我是高举高打，整个一个英格兰式的打法。那么这个白棋和自己前面的下法呢，这个是比较适合的，或者不违背前面的初衷。那么现在突然改为取地呢，可能略微差了一点。黑棋断了这手棋也很凶悍，白棋长，黑棋的压，这手棋棋形上可能是略有问题，这手棋可以长，长完之后呢，这个顶敌比较凶的，因为这个顶敌如果白棋强硬的这个要走下去的话，它会被黑棋杀死在里面。这一点呢要请这个下棋的两位棋友要注意。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战斗因为我们形式判断呢往往是第一个战斗或者第一次接触结束以后局面相对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判断。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左边呢发生一场战斗，黑棋下手似乎比较狠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黑棋在这个局部呢选择了一个紧气的下法，这手棋本身在下边贴回来更强一些你白棋终究是要抱持这颗子的时候呢，我呢在下边可以是度过空拿走，中间继续对白棋呢发动攻势，这个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方法，或者直接挺头出去。紧气的下法很凶，但是呢不一定好这个白棋有俗手请棋友这个时候请棋友不要发短信好吧有事情一会儿我们再说，因为这个讲解的时候也在录像，你发信息也是打断了这个录像。白棋在这个局部下的呢稍微的俗了一点有些变化是可以保留，你比如说现在的白棋呢它是可以去冲下去以后再扳接然后再补活，这样的话黑棋的棋形的弱点比较多就是黑棋发力发得有点过狠了，没有收手。我们看这个这场战斗结束以后的状况白棋继续向前走，但是呢他终究还是要回头的这个白棋是要回头，不回头的话怎么办不回头对方一切断自己不好办了。回头之后黑棋在这个局部呢扳接，这个扳接目数很大，但是呢并不急迫。这个白棋向外贴，再贴一手棋，贴错了这个棋应该是考虑贴在中央，但这个两个子呢把它逃出来，同时给黑棋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它的下一手棋啊它这个扳头呢是先手，那如果黑棋还认这两个子作为棋筋的话，这是局部的棋形。再有一点呢是这个黑棋 B 位的拐已经不是先手了，白棋完成任务。技术的问题我们简单分析一下，然后白棋拐上边，黑棋扳，这都是俗手了这个棋形呢黑棋走到这里以后白棋右下角拖，看来这个局面呢有点平稳。黑棋扳断这个下法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们看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白棋吃角的时候黑棋拐打，然后呢再拐下边，这个不行
这个黑棋在这儿呢，已经是有点乱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白棋居然对这里的黑棋，我的天哪！哎呦呦呦呦！这个棋似乎是没法做这个形势判断的，这个不是形势判断适合的棋谱了。这场混战马上就要出结果了。好了，我们呢就按照出结果的方案来看吧。这个局部呢，白棋走到这里以后，在中央定型，再走到这个小尖。好了好了，我们再不停下来的话，这盘棋就无法作为形势判断的素材来讲了。好了，我们停一下。一场混战结束以后，我们要盘点了。终于停下来了，怎么盘点？我们来看目前这个局面。那么首先来看一看黑棋确定的东西。看确定的东西就要注意什么呢？比如说一个是左下角这种地方，它的实地已经是绝对的明确了。那么再有呢，像下边到中途这一带，这个黑棋它算多少目，那么我们要把一些它遗留的一些手段把它算出来。那么左下角右上角先范围放，那么中途这一带到底能走成什么样子，我们从黑棋的角度来看，黑棋它的棋形当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断点。刚才有棋友说白棋领先22目，那些东西都不要看。我在下棋的时候是绝对不看立成的形势判断的，因为它经常会误导我们，或者让我们产生惰性。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个局部呢，黑棋虎在这里，它的棋形是最完整的。应该说在这个时候的黑棋呢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弱点了。那么中府的两颗白子能不能活动呢？我们现在就算是这个白棋啊，它贴是先手，它向外活动的难度呢也是非常大的。它达不到这种程度。它大概是什么状态呢？它这个大跳啊，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先手。那比如说这个棋走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白棋呢它能够深入到这种程度，但是这几个子跑不掉。我们看到这个棋的这个目数呢大体上就是这样。那么将来呢这两个点都是要在收官的时候黑棋要收回去的，就是你要把它补上的。如果黑棋正常的补住自己中府这个断点，那么黑棋它所能围住的这块空，或者白棋能够接受黑棋围的空有多少，我们现在就可以盘点了。右下方向六中府的吞掉三个子地方呢，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九加六，十九加六二十五，二十五再加六三十一。那么这块黑棋的空呢，应该是三十目强。这个大家认同吗？认同请打一。如果是在黑棋在中府补的情况下，补在这个虎口的位置上，白棋又不敢逃的时候，大致是压缩成这个样子。我们从官子的角度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个丁云辉表弟你好。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三十目墙，那么我们其他的暂时放一放，看左下角，左下角要拉一条边境线，我们拉一条边境线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它有十一目棋。好了，三十目加十一目，右上角不算了，老师你为什么不算了呢？因为黑棋有个贴目，以一手棋的价值来，这个冲抵这个贴目，我们不算了。反正算它也算不出具体的空来，那是一手棋。那么右上角这个我们不算了，不算了呢，那么我们就得到的现在黑棋的确定空，除去右上角，除去贴目的这个关系，大概是40目强左右，40目要强。那么这是什么状态呢？这是黑棋中府正常的补棋，因为这个棋形呢，黑棋最明显的弱点是这个虎口。那么再有呢，这个黑棋可以是飞正。请大家注意这一点，这个棋是可以镇在这个地方的，这也是一种围控的方法，这个可能就围的比较多了，但是这样行呢？那这个地方要请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可以吗？如果你要是飞在这里的话，被白棋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黑棋想把白棋搂在里边吃掉，这是做不到的啊。最起码我们看看这样的两冲，随便一扑再一提，黑棋就勾 over 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向外推白棋啊，比如说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黑棋只能是比如向外推着白棋下，推着白棋下就非常糟糕了啊。你像这个白棋长啊，或者是这个横长的时候，这个黑棋能否有效的作战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你比如这个白棋这里有扑，这里有打，你看看这个黑棋气紧的毛病就彻底暴露了。所以在这个局部呢，我们从这个结果上来看，黑棋几乎不可能选择放弃这个断点。如果放弃这个断点，黑棋惨不忍睹，实在没法看了啊，见不了乡亲们了。所以中府一带黑棋呢，它的本手呢基本上就是这个胡。那么白棋能够跳在这个大跳的位置上，我们也可以判断呢，说觉得也就如此了，顶多也就这样了。那么黑棋的这个三十目墙的利益，黑棋是通过虎能保障的啊。而且这个虎呢，使黑棋变得棋形变得强硬啊，变得坚固。变得坚固之后呢，它可能就在 A 位产生一个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刺会是一个什么样效果。刺过以后呢，你比如说我这个棋啊，在左边再一动手的话，这个左边的状况就整体就变了。那这就不是白棋的势力圈了，这是白棋需要提防的地方了。原来白棋这个左边呢还有一点空，那好吧，我们把这个棋也放一放啊。在黑棋虎的时候，白棋大体上是要补一手棋的啊，因为下一手棋如果左边被黑棋先动手的时候，白棋有点吃不消。那你好，那好了，我们的形势判断对于双方来说呢，黑棋中府不补棋实在无法接受，那么左边白棋不补棋呢，白棋似乎也不肯。那么我们的形势判断应该是从这个棋形的基础之上开始判断。那么黑棋的目数呢，扣除贴目，扣除右上角是41目要强，白棋有多少。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局面吧。这个局面呢在下边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如果拉上边境线，这里有多少目啊？8 9 10 11 12 12加右下角，右下角的边境线右下角的边境线不是在这里啊，右下角的边境线至少在这个地方，12 3 4 5 6 7 8 9 10 16啊，16刚才有多少，我这个人记忆力不好右下16下边是多少来着8 9 10 11 12 12这是。再看左边啊，左边左上这个情况怎么来计算。左上这个情况啊，我们要把它再简化一点。比如说黑棋呢，正常的分寸啊是这个样子，是这个飞当作是黑棋的权利。那么左上角怎么算，我们先不算啊，我们算什么呢，我们算这个白棋啊，左上角这个地方啊，它的确定控啊。有的时候我们做形势判断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简化一下啊，我们至少算在我们现在拉的这条线之内，这个白棋是个铁控，脚上不好说，先不说不行的啊。我们先来计算这个从 A 到 F 这条线是铁控，铁控是多少啊？那么这是12 3 4 5 6 18 19，也基本上有20目棋了，是不是？这块控已经基本上有20目了我这眼神有点不太好啊，看看20目棋基本上够了。好了，那么白棋的确认控呢是28 28 加20，多少了？48。好了，白棋在右上角黑棋顶着贴目以后，现在呢全局的状况，白棋的实地，这个白棋确定控，我们保守的算，白棋已经明显的好于黑棋了啊。黑棋的先手是他现在应该是现在盘面双方手数是相同的啊。那么右上角我这么算还有个什么问题呢，请大家注意，我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画这条线的，就是黑棋点33的时候呢，我白棋贴在左边，
然后呢用一个连扳的方式形成转换，把这个角守回来，把外面花让给黑棋。那么左上角这个白棋的目数会比我刚才这样摆的要增加一些，不过黑棋外面的花的威力更大，所以这个下法当中呢，白棋虽然左上角增加空了，但是上边黑棋也有很大的收获。那么我们把它抛开一边不谈，那么正常呢我们会是以类似这样的方式来结束左上角。如果这样来算的话，左上角的黑棋活了，上边白棋厚了，但是左边白棋的目数会减少，就还有这个 AV 的加进去。那么这么算的话，我们至少在局部也不太好估算这个被点三三的时候，这个白棋到底是要让给黑棋多少，这个地方是个未知数。我们先不管这个未知数，至少我们也知道一个已知数，就是在现在这个基础之上，左上角不管白棋已经达到48了。那好了，那么白棋的形势是相当的乐观。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这个上一堂课时候我们讲过的，我们形势判断是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利用形势判断呢，我们要找到我们平时下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从这个实战当中我们要向前追溯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黑棋呢现在至少在实控上有这个超过一个天目的损失，这个损失从哪里来，我们可以一点点向前追根溯源。再有一点呢，左上角这个棋形我们刚才这样判断，白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我用小飞的方法，这个角是不是相对坚固一些啊？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呢你角相对坚固一些，你这个边上的棋形呢将来被点刺的时候呢，这个差别也会有一点的。比如说你再想罩住对方呢，这个棋形上黑棋呢这个弹性会大一些啊，手段会丰富一些，这是有利有弊的啊。但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估算啊，大体上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样的话全局是比较平稳，接下来就看黑棋，一个是左上角怎么样把它抛掉，再有右边呢该走掉也要走掉，比如说右边呢这样的啊黑五这样的先手便宜，还是要把它能走到一定要走到，走到了自然对黑棋有好处啊，走不到呢是黑棋的损失。白棋在右边呢这个开拆的时候的时控也比较理想。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向前看，右下角一带黑棋在实控方面损失比较大，它的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当白棋脱角的时候黑棋扳断，这是不合理的一手棋。黑棋这个扳断所寻求的战斗呢不是很聪明的一种选择。那么如果黑棋想发挥自己外势的威力啊，这个时候的黑棋呢需要注意什么呢？你可以反夹，你可以把这个力量呢用到右边去，把右边变成一个开阔地，而且通过你这样的招法呢使白棋呢在下边一个是得不到更多的实地，再有呢中府的两颗白子呢它的出路受到右边黑五这一带的这个棋子的影响，让它没有太理想的出路。虽然我们看不到刚才黑棋中府三十目的实地啊，比如说这个白棋在逃跑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黑棋看不到这个黑棋那么多的实地的，但是白棋啊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他是要上下去求头，这个找头求眼的啊，都要找这个出路，又要去做眼，太辛苦了。在他求眼的过程当中，他帮助左边的黑棋眼位变得清晰啊，出头变强，左边的白棋相应变弱，右边黑棋更容易成空。同样白棋也没有刚才实战右下方的16目的实地，黑棋何乐而不为啊。这个没入门的这位棋友呢你也提到了反夹如何，现在我们一看好，原来我们在课后反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局后反思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一点，就是这个黑棋应该在这个环节它要反夹才是正确的方向。我们上一堂课程当中也讲到了，我们在做形势判断的时候也指导我们找到正确的形棋方向，现在我们找到了我们不去纠缠具体的右下的这个作战的手段了。那么实战当中黑棋这份纠缠呢就显得有些无聊。那么这是之前的问题，我们看一下之后的问题。之后这场战斗呢我们不去这个阶段我们就不管它了，双方肯定都有错误，但是我们看看之后
这个局面在白棋小尖之后，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去发展？黑棋挺头啊，你看这个棋形在这儿啊，说明这个执黑这位棋友啊，他知道重点在什么地方，方向找得好，而且挺头呢，显然又比虎更积极，但是挺头一定好吗？挺头以后，你的后院起火吗？你能保证你的后院不起火吗？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个段本身来看，段上去以后，黑棋能不能一手棋把棋走得非常干净？这个黑棋做不到。这个黑棋甚至是我说这个棋形还要再补一手棋才行。然后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演示过了，白棋挺头，黑棋就伤心了，是不是这样？是，那好了，黑棋看来这个棋不能这样简单压，要打回去。打回去以后，白棋挺头，这个黑棋行不行啊？这个黑棋无棋可下，因为白棋随便一冲打，啊，这个黑棋中府就什么也不是的，马上就要被吃了。啊，这一段的时候，黑棋是什么呢？麻木，难道可以向回缩吗？向回缩也不行，啊，向回缩这个棋形。白棋挺头，黑棋还要补，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棋形当中呢，黑棋挺头以后，他要面临的一场战斗。那么中府黑棋呢，甚至比刚才的三十目可能还会少，因为他是把这个头给切了，切了头以后，这个黑棋没法发展了。将来白棋在中府啊，甚至是这个就现在 A B 一带去压制的时候，这黑棋都要被贴着自己的铜墙铁壁要趴下去，那就惨了。那这个黑棋二十目都不到了啊！你的时空锐减，你这两个子漂浮的时候，左边你有那么多手段吗？啊，你还想在左边有大的作为吗？啊，白棋只要轻灵的走就可以了吧，或者说类似这样的方式去走啊，中府的黑棋始终就是个麻烦。所以呢，这个挺头看上去强硬，那么白棋哪怕是顺势的补一招，恐怕黑棋受不了，但是白棋这个跳太软了，这个跳黑棋这个家都不是好棋啊，黑棋家是帮左边白棋围控，但是现在这个白棋似乎更凶啊，啊，干什么呢？这三个都要逃，这是要把这个黑棋的这个说的要俗一点的话，就祖坟都要挖掉了，黑棋混江湖就靠着这点时空，你这都要逃出来，这可能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黑棋再一压再一加啊，这个棋真的要这么吃棋了？能不能夹住啊？这个白棋看来是心有成竹的一样，是不是要这样断啊？这一断的话就不得了了。啊，这一断的时候，黑棋还能杀白棋了吗？马上出问题了。那么黑棋这个不能压，这个不能压怎么办？压这个，压这个有没有棋啊？冲了以后打完以后吃在这儿，坏了。这几颗黑子也光荣了，原来这个跳还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怎么办呢？这黑棋他就得弃，他可能右下方这几子就得弃掉。你现在这样压再跳啊？我眼睛没有花吧？这个棋可行吗？这个棋能行吗？这个棋啊，这个棋需要这样挖吗？是这样吧？断掉，天哪！厉害，太厉害了啊！这确实是很难抓住啊！原来这个跳是这么凶狠，黑棋用几个手段，这样行吗？啊，不是这个时候啊，这个黑棋去假打白棋跳的时候，黑棋没有补棋啊！看来这个小跳比我那个大跳还要好，真厉害，这手棋这么隐蔽，这么凶悍，但是似乎这个时机好像把握的不是很理想。你在这个地方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棋可以冲，再接回来。那么即使黑棋反悔了，我在这儿切断，在这里切断的话，恐怕都不是黑棋能接受得了的。你比我想象的还厉害。但是实战呢，这个局部如果黑棋现在是弃子的话，或者用飞，或者用现在这个家去弃子。现在这个家呢就是这个样子，你白棋吃到的是身后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啊，这个棋白棋有点不值啊，白棋有点不值得，就是吃这一堆，吃这一堆能得多少？
啊，吃这一堆的话，你现在吃掉八个子16亩，16亩再带上什么呢？这里1亩、4亩、5亩、6亩、7亩、8亩，啊，16加8，24，24加上对方吃掉你的4个子，有10亩7，30亩也不少啊，三十亩。右边那个黑棋的先手便宜没有了。啊，右边这是哪一个挨位的这个先手便宜是没有了，黑走不到了。这个局部30亩肯定是要实控2816 17 18 19 20 21 23 24 24加8加10 34 34，右边还有点收获。这个也不小也不小。啊，但是相对于左边来讲不对。左边刚才替白棋点的是白棋要补一招的话，这个地方至少有20亩的实控，现在被黑棋先手走的话，恐怕是这个确实有点不值，确实有点不值得。这个地方黑棋走哪里啊？这个地方黑棋要再走的话啊，黑棋大概打在这个黑棋的位置上，如果你向下搬的话，都可能被白棋顺势的在弃子整形，一定要打在根上，就是让白棋左边围不上空。这样的话，白棋如果接黑棋，比如说跳起来，在这个左边呢，白棋的实控呢会少很多，而且上边一带，这个黑棋的潜力大奖，这个暴涨。这个时候黑棋肯定是弃子，白棋这个弯出来它价值巨大，弯出来到现在为止，它的收获呢是怎么来计算？我们以前讲过，刚才我说的比较快。黑棋一个是吃到八颗子，得到16目，再得到跟这八颗子有关的下边的一些官子，那么得到的目数，再加上救援了4颗白子，得到的目数，我们算出来刚才是有30多目啊，细节我们不算了。但是这30多目呢，都是停留在白棋很厚的基础之上，涨了30多目。一说30多目挺大，但是仔细一看呢，它对全局的影响很小。而左边如果被黑棋连砍两刀的话，完全不一样。白棋那20目能剩多少啊？左上角已经成了负数了。如果被黑棋上边反挂，上边呢，这个黑棋棋一片。所以这个结果呢，现在黑棋呢可以是考虑，弃子。那么实战的双方在这好像是下的有点乱，但是黑棋提这2颗子。这2颗子很厚，但是提完以后啊，其实我觉得也不是非常理想。你提完这2颗子，下边我还不知道会变化成什么样子呢，对不对啊？这黑棋这个提2子呢，它要保留左边打入才好。当然现在左边也有打入，现在黑棋还是下得很凶，你看这个打入也不错，白棋小尖，这已经是有一点忍耐了。然后下边呢这个棋形啊，如果黑棋这个放在这儿的时候，黑棋一冲不就完了吗？这个白棋没有，这个白棋是这样走，对吧？黑棋不能换方向冲吗？这换方向冲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白棋还有争子的手段吗？这个棋掉这个地方能争子吗？争不掉啊。这个棋不是黑吃白吗？对啊，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两个人是怎么下的。白棋回头了，这个时候吃的就不一样多了。这个时候白棋在下边吃的就太，吃的太饱了。双方误算。另外在左上角这个黑棋肯定不是要这样下棋，需要注意一点。这个地方呢，黑棋类似比如说我要走这样的棋，那你如果至少呢我要用这类的方式呢，这白棋怎么办啊？这白棋几乎不能活了一样的感觉。这一代白棋脱先恐怕也是不好控制的。黑棋脱角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我脱过这个角以后，将来我在飞的时候，对方来不及走这个班虎一类的棋啊，是不是也有过类似这样的想法？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总之呢，这个左边白棋损失惨重，下边呢黑棋能够减少损失。这后边的下法呢，我们就把它再放一放，说走到这儿以后白棋干什么呢？白棋上边分头，
那么这场战斗呢，下边白棋的所得应该说是超出想象的所得啊，他带的一些目数带的太多了，把黑棋的目数挤压的更少，左上角黑棋收获了不小的实地啊，但是上边被分头以后，你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再一轮的形势判断了啊，比如我们要点清楚黑棋的确定控跟白棋的确定控去做一个对照啊，有下边有大官子啊，比如说这一串黑子下边黑子还有逃跑的机会啊，那么这个机会能不能利用啊，有没有有没有意义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下一轮的形势判断当中来算数。那么刚才呢，我们回到刚才这个环节，我们这个选择的一个停顿的这个环节，就黑棋挺头的时候，现在看来呢，这个局部我们可能要稍微做一下调整了。一个是黑棋呢仍然是虎要比挺头好，这是棋形它固有的特点，这个地方我们没法含糊，含糊的问题太严重。白棋小跳呢应该说这手棋是先手了啊，这是白棋的先手，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黑棋呢它中府的目数呢跟我们刚才的判断呢也差别不大啊，应该说这个棋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漫长，比如说我黑棋占完这个便宜以后，下面就是上边右边到底怎么去争夺，怎么去占领它，这个黑棋要自己设计啊，这个局面的发展啊，怎么样利用好自己中府这个虎头的后势，在上边和右边摆开一个战场，在求战，在战斗当中争取更多的利益，来扭转自己实力不足的局面啊，这是这个局面要在这个环节做好形势判断的话，黑棋的指导思想就会清晰。而实战呢，黑棋似乎整体上来讲是这个突然之间乱套了啊，包括双方的误算，最后这个黑棋就迅速的走向失败。刚才我没有再做第二轮的判断，我们也不去做了，就以这盘棋实战这个中盘的这个中府这个阶段，我们做一个这个把它作为一个案例来研究的话啊，我们最后能了解到，原来这个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断点，如果我们把它手段算清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效的指导我们的形势判断。当然我们只有停顿下来做形势判断，我们才知道以后的分寸啊，千万不要相信的一成形判断，它根本判断不出这个中府的断点的存在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啊，右下的三个白子逃出来能不能逃出来再可以算的，所以不要这个迷恋这种形式判断。失意杀戮之黑对手名字我就不念了，简单看一看二连星对应的模样出现了，黑白棋跳这手棋稍微有点过分啊，黑夹击白棋点角啊，黑棋呢出现了后位，然后上边展开白棋掏空啊，这个掏的有点按我常用词就是有点厚颜无耻的掏空，就上面这两个子这个死活不管，效果不好。黑棋压啊，白棋在夹，黑棋毫不犹豫啊，这个没问题，都很好啊。白棋现在做这个下蹲的动作，这个棋形黑棋还是蛮不错的啊。整体上讲，因为黑棋在右边行棋的时候呢，实际上对他的右下角是一种策应，虽然上边的白子逃出来了，破了黑棋也空，但整体的效果不好。看来我们要把这场战斗呢这个要看下去，看看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做判断。上边白棋求根这个方法呢就是走的是下三路啊，黑棋靠上去这个肯定是问题手了。这个局部呢，黑棋最简单的方法或者说不得罪人的方法就是这样啊，说我不追究你的责任啊，我也不给你转换的机会，我就这样允许你简单的联络，但是不允许马上活啊，我整体形成后势，你白棋还存在明显弱点啊，那么虽然你在上边得一些实力啊，但是我整体后了呢，把你左上角的发展的机会给你剥夺了。那么当你左上角白棋如果处理完毕的话，举例说明啊，比如说这个白棋处理完毕的话，大体上是这么一种状况吧。那么逐渐的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右下角的大概白棋要挂入，但是你挂入呢，我这个黑棋呢就张模样，
那大概走成这种局。那么只要黑棋呢不让右上角呢无缘无故的成为孤棋，能让下边的模样发展起来，遏制住左边白棋的发展，把对方驱赶到这个价值低的地方去，这个黑棋就不错。那么我们看黑棋采没采取这个行棋方向呢？实战黑棋搭下去的话，等于帮，哎呦，这个棋就大大的有问题了。因为这手棋只要白棋一接上，黑棋上边的斜拆三的势力圈就毁掉了，咔一毁掉，左上角的白棋就哈哈大笑了。那么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黑棋钻了二线的话，惨了。这个黑棋的将来的局面就是暗无天日。这得在这个，这整个的这个黑棋的下法就是智力的旷工。33位阶级兄弟在地下埋了60多天，你什么时候才能上来呀？这一步棋啊，这个黑棋这盘棋输一目半都输少了。那么在这个局部呢，黑棋的这个思路完全是这个有误的。目标选错了，跟人打地躺拳。你看看吧，在这个局部你吃多少子都比不上上边对方把你的斜拆三撕裂。这是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有一个对大局把握的问题。对方已经在走下三路了，他已经在价值很低的地方这个行棋了，那你怎么也钻到一个更低的地方去啊？这是显然是个大方向上的问题。那么白棋呢暴露断点也是很无聊的，这个白棋就是简单的挺头，你吃多少我都可以给你，你吃多少我都可以给你。那么我在左上形成攻势的时候，你再看这个左边这样空旷的地带全部成为白棋有利的势力圈了。而上边这个棋形呢，黑棋是很糟糕的，白棋还是暗藏很多先手。你比如说呢，将来这个局面白棋在这一带尖顶啊或者拐的时候啊，你这黑棋冲不冲啊？好，你要冲是吧，你要冲我这样一断，你上边要度过，你上边要度过，那我就看到了我这个中府像类似这种大跳小跳的地方全是通通都是先手。那么如果这些地方全是先手的话，那么你想想你这块棋得多糟糕啊。我白棋或者是这样攻或者是这样攻，反正呢我上边只要不死，我左边可以捞到很多。那你黑棋在右上角吃掉那些，还叫什么呀那叫什么呀，那些白子呢就死得其所所以这个时候不需要形成判断，大方向搞错了。好了，断了以后事儿多了这个黑棋呢虽然是棋形有问题不过白棋呢问题也不少，因为白棋把这棋走重了在这个局部拔掉以后双方形成转换，这个白棋损失大了这个白棋的损失太大了。大在哪儿呢？它右边位子太多了，而且呢位保了，这个弃子要做到什么呢？要做到位保捐位保它把它捐起来，就是你让它吃饱让吃多没关系吃饱了以后就是就吃的东西和他的肚子已经空间里没有中间没有缝隙了，那就收气吃，这就喂饱了喂饱了以后捐起来，你要把它就捐，就是这个北方的这个方言发音就是圈起来把它围起来这就是做收气吃喂饱捐那么那样的话，这个黑棋的它只有一点点目数，没有势力，它不能发展。现在你白棋这个结果呢，黑棋是能发展的，白棋在上边固然是有收获，但是黑棋打死我也不跑了，它可能会是这样因为整体上来讲呢，我们可以判断白棋在外围呢还有一些先手这些先手是我们要认可的。那么有这些先手以后，你再尖顶我打死我也不跑这个，我疯了我跑这个多累跑可以谁给路费路费谁给报销黑棋可以跑不过也可能可以跑跑来跑去反正最后呢你就悬在这个地方未必是好棋因为白棋更容易做掩护棋，黑棋呢你让他怎么摆他也随便不能随便摆出两个眼所以在这个局部黑棋上边比如说白棋在尖顶一类的下法是黑棋基本上不会动那么我可能会考虑在左边分头一下我让你的这个空呢稍微小一点，你要是外侧逼迫我就柔软一点我会点脚
啊，我会在脚部这带这个制造一些文章，啊，或者是倾角，2425的倾角，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么上边白棋的收益呢就会小很多。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局面的发展啊，看看双方实战的下来。哎呦，天哪，天哪，天哪！这个棋白棋震上去，黑棋很开心。走到这以后，哎呦，这个手段太野蛮了。啊，你就是为了立是先手吗？啊，你还搞这么多小动作？嗯，这个白棋恐怕搬接的时候，啊，白棋有跳的先手，这个搬接也是先手，啊，你至少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我白棋呢再一拆，好了，这个是普通分寸，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是一个我们观众朋友们才能接受的一个分寸，大体上。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白棋把左上角给切了。那么对左上角白棋还有一些有效的，有多少有效的搜刮手段呢？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左上角白棋透点的话，黑棋还是要接。白棋向外拉，黑棋不敢随便的搬。啊，你随便的搬的话，我就爬。啊，你补外边呢，我就断里面。你白棋不行，你要这个要接，接的话再一加，这个棋已经是。有危险了，有危险，立下去断吃，然后什么样子呢？这个哦，我还要看一件事情，右上角那有棋没有？是不是我看错了？是不是我看错了？这个加上不存在的。加是不存在的。哦，然后活了，那就算了，棋有点过分了。那这个点进去无聊了，是吧？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寸了。这个白棋好像也不好走，啊，将来黑棋拐出去还有一个靠。算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暂时看作是这个样子。好了，把那个黑八那颗子拿去，到这为止，把它作为一个，基本型来判断的话，那黑棋我们就要点确定空了。黑棋的左上角，一二三四五六，哎，贴目不要管它了，左上角算黑棋的贴目，就白棋随便把角就给，这个是损失惨重的地方。右上方这个黑棋有多少确定空啊？大家帮着数吧。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帮着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15加上25、26、28，也将近30目棋。白棋给角亏死了，这个黑棋右上这块空呢，它自身的目数只有30目。下边这个阵势呢，我们先不算它了啊。白棋最后一步棋这个拆，我们看看右。白棋现在有多少？白棋右上角6、7、8、9、10，右上角有十。左边呢，这个白棋的确定空，我们给拉条边境线嘛。这个左边大体上我们不去破白棋了，不去破白棋的话，这一带白棋的厚度呢，它也只能是左边就这样来给它拉边境线。左下角的点三三。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这条线之内来做一个判断吧。这个白棋有多少空？这有多少啊？20、23、33、34、35、36、37、38、39，整块这个空40目棋是确定空。那么右上角那个黑棋、白棋呢，加起来啊，40加10，50，白棋确定空50。黑棋右上确定空30，然后加下边的模样，加上边那个后势和模样之间的这种关联，啊，再加上黑棋这个先手在握，这个黑棋现在是什么叫断然优势，对吧？啊，聂卫平总说那个现在黑棋大好，啊，断然优势，为什么呢？我的潜力远远超过20目，现在还轮到我下，我跟你的实控的差别，也就是20目出点头，最多了。
啊，左上角我那个棋可以钉一个贴木，你搜刮不了我。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刚才做的判断，刚才我们在前面讲的技术的那些东西被印证了，就是说一个是白棋右上自己弃的太多了，一个是左上呢随便给黑棋角方向严重的失误，后势不为恐。就是这样的局面，你白棋在中府这个跳甚至是大飞一带都残留，都有各种数不清楚的先手的时候，那你这个棋需要尖顶砸丁或者是倒尖三三这一类的方法，你在这一带要对这个黑子呢摆开一个轻蔑的吞噬的姿态，我不拿你当成一个对手啊，我现在就是鲸鱼，你就是小虾啊，你千万不要想着别的东西，你不要跑了，我张了这么大嘴巴你也跑不出去啊，跑出去你更吃亏，因为左边更大，比上边还宽。那么其实这个白棋已经吃亏了，吃亏在哪儿呢？吃亏在他太随意了，觉得已经占了天大的便宜了，啊，然后在这个局部去搬，这个当然不对。再有一点，当黑棋断的时候，白棋下的更不对，啊，刚才没有提到这个地方，就是当这个白棋断的时候啊，黑棋断的时候，这个白棋要挺这里了，他不能给了这几个子，太多了。大体上应该是在这一带呢，要挺头出来了，啊，挺头出来的话，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黑棋呢，这个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退的话，白棋呢断打啊，不能马上打，不能，这个断完以后再去贴，啊，这是一个争子的问题啊，啊，这是一个争子的问题。如果你黑棋挺，那么白棋呢在上边一争，争掉之后，黑棋呢还不能吞这几颗白子，他还要什么呢？他还要在上边这样拐过，那这个黑棋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些白子是不能弃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比如说站在白棋的立场上去考虑的话，不能因为下的顺手了啊，随意的下上去了，然后随意的弃子了，转换了，结果吃亏了啊，这个不能说吃亏是福啊。现在这个白棋呢就是必须要战斗，那么黑棋最强的这个挺头如果挺不了的话，那么黑棋就只有去接，你接的话我白棋跳出来，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杀气的问题，那么杀气到底会杀成什么样子呢？啊，这个我们就要算的话，这个黑棋就贴，白棋怎么延气？啊，如果白棋继续向前延气，黑棋呢连搬，啊，搬过以后呢，我白棋咔嚓一刀，然后再一接，这个杀气我们又看不清楚了。啊，那么如果黑棋停左上角的话，现在在这个局面下，白棋只要能小尖一下，让黑棋不能随便的。这个在脚上活动，那么在上边的杀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白棋杀气杀不到气上，啊，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去阻住。那么这个杀气会是什么结果？啊，因为黑棋这个棋形，我去点，啊，我去点还是去加？这个好像白棋有问题吧？啊，这个大家数气，可能有的棋友数的比我快多了。如果要是加的话，这个刺然后再扑再收气，这个恐怕黑棋不行，是不是这样收行不行？这黑棋这样的话会被白棋杀了的，但是直接要点的不能这个去加了以后渡，加了以后渡这个方法有问题啊，点在这里，点在这里呢，白棋如果接在这儿，黑棋搬，白棋再扑，扑完以后再扑啊，扑来扑去挡住黑棋接啊，白棋哦，身后收棋就不行了啊，这个棋不好下。点入以后这个杀气可能是有问题的，这个白棋杀气还有困难，白棋杀气有困难就得不好办，不好办，大家说呢？谁来帮我算算，我这个一般讲到最后的时候让我计算我都算不清楚。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就其他方法打劫之类的就不用想了，这可能性都几乎等于零。这个时候杀气
看来这个白棋的棋形真的是比较糟糕啊。而且这种棋形走下去，似乎黑棋即使是转换，黑棋也不会亏，因为黑棋在宽阔的左边不断的行棋，白棋在上边狭窄地方行棋。那么这些麻烦都从哪里来呀？家好像是黑棋胜啊，是吗？我来看一看啊。那白棋应该是走类似这样的地方的手棋，不是挡那个。黑棋加，加完以后度过啊。这个应该不可能。这黑棋收棋收到哪里去呢？收到这里去，再收棋，这不行的。啊，这个被白棋杀了。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就算是这样的局面，恐怕是像黑棋在左上角再动手的话，这个黑棋都未见得吃多少亏。啊，不一定说这个棋上边，白棋能对杀能获胜，这个黑棋就一定不行，我都觉得不是这样。白棋这个长都不好下，黑棋简单的接白棋都不满意，那看来这个白棋这个扳头太随意了。啊，原本简简单单就可以日子过得很好，啊，非得乱折腾。啊，这一乱折腾就给折腾穷了。啊，挺头多舒服的。啊，把对方撕成一个分裂形，右边的想吃又下不去口，啊，吃小了不满意，吃多了呢胃疼，啊，左上角呢笨重不堪的被对方顶起来，啊，这个白棋形势一片大好。那么，同样黑棋呢，在上边这个地方呢，白棋选择这种方式是黑棋所欢迎的，黑棋不需要去一定要切断它，因为你像这种地方黑棋要切断呢，都是给白棋一个。啊，转换腾挪的这个机会啊，你比如说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白棋啊，它就是简单的向上靠啊，这就形成转换了啊。这种转换呢，这个利益双方的这个利益纠葛啊，利益纠缠呢，就这个不是很清晰了啊。因为现在黑棋呢，抓哪边的白棋都抓得很麻烦，这样呢，白棋有步调。他有事儿可做，你一定要让这个敌人难受，难受在哪儿？让他无事可做，啊，让他无事可做，然后最后只能被迫的自补。你比如说这个棋形，这个白棋甚至只能是顶在这里补，他连续的在二线上跟你三线做交换，这个黑棋的后势转的太容易了，你总共就给出四五目棋，人家别人十块钱换个汉堡，你十块钱能换个城堡，对不对啊？这黑棋这个买卖已经赚的太划算了。那你何必要跟他没完没了在这个一二线上打架呢？黑棋只要转过身来的话，我们再做一个判断。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无需判断了，黑棋形势一片大好，啊，前途一片光明，对不对呀？因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以目前这种状况，白棋要解决左上，无论你是先手解决还是后手解决，我黑棋下一手棋，比如说这样的两个好点必得其一，那。无论你得到哪一个，这个黑棋都相当的不错，阵型严整啊，潜力巨大，遥相呼应啊，这个体格健硕，而白棋呢苟延残喘啊，前途暗淡啊，就说这个形势啊，不是说这个人。所以呢，我们在下棋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啊，要大开大合，不要这个总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去纠缠它。其实你这样下的话，一个是符合其理，而且呢避免了繁琐的东西，越是高级的它往往呢是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简单的。有的时候取得优势呢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复杂，需要血战不一定需要，只要我们方向搞对了，手段大致清晰，我们就可以去做。你方向搞错了，你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有个好结果的，南辕北辙吗？作茧自缚吗？都是说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形势判断确实是对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战术如何应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性的作用。如果说每一个技术手段
每一个技术环节是划船的这个船桨的话，那么形式判断就是那个把舵啊，就那个舵把。你要在大海当中航行，你就要主要还靠这个舵手啊。你可以借风力、借人力，什么力都可以，但是你要把不好这个舵啊，判断不清楚这个形势的话啊，你是开错的地方啊，你是没有到达目的地啊，你是撞到暗礁啊，你是遭遇风暴啊，啊，那就不是不是你能力不能力的问题了，那就是能不能活着回来的问题了啊。所以下棋的时候呢，这个依靠形势判断把握大方向啊，随时调整自己的这个战略部署啊，甚至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啊，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想呢，我们学形势判断有一些最基础的书，比如说像十连方夫的形势判断的基础啊，啊，以前推荐的和聂月平的围棋八大课题当中的一部分，还有像和赵志勋也有关于形势判断的书，这些书都作为工具书，大家可以去常去看它。但是我们不仅要常去看，掌握这些形势判断的基本技巧，我们也要去把形势判断应用到我们的每一盘棋当中，养成一个习惯之后，我们的很多的下法呢，我们都会自己看着很舒心啊，很舒服，解恨啊，解气啊，过瘾啊，很愉快。希望大家以后每一盘棋都能够很愉快。今天这一讲就结束了。